被冷待要掘根，卓熙祖蓝铺路嚟 TVB。从前有个黄祖蓝，捕获华姐李亚男，但系就有传未来外母嫌佢癞蛤蟆，想食天鹅肉。哇，堂堂演艺一级荣誉艺术学士啊，真系唔好睇小啊！一气冲出去，一气冲出去，终于有出头啦！北上掘金综艺节目酬劳卖佢喺大台嘅十倍，嚟紧仲要成家立室，大把钱要使，唔怪得有传祖蓝个 friend 就爆料，话佢出年约满之后想飞起大台啦。似啦似啦，唔怪得佢有份度嗰套老表你好吃，双穿大台冇秘技啊！一起冲出去，一起冲出去，外面大把技。除了祖蓝，比他在大台多近五年经验的唱 K， 听说现在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不怪得人的，初出道那阵就是力捧的新五虎之一，新剧就沦为配角之一，你说了人生有多少个十五年啊，争气的梗走啦，连埋佳欣 BB 这三位新上榜的铺路离巢战士速速归位。JetBoot 拉唔到拉链，嚟 Doctor Protect 做煲托瘦小腿啦！依家体验价 280，Doctor Protect 热线2872-2432。